this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call it Boomerang Baga. Boomerang means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This is my honor. Only if you promise to sing with us this time. Can everyone say Yulale? Yul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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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lale. Can we hear your singing? Together now.
心情好一点，赶快把这个心情带回家。 OK， 那离开的时候呢，请不要忘记你自己贵重的东西哈、哦。离开的不要忘记，比如说车子啊、车钥匙哈、行动电话。那哦，真的这首歌，来，Hilade的意思知道是什么吗？啊？Amen， 我们刚刚都已经站起来了，有没有复健很好的？<笑>啊，膝盖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Hilade 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啊 ，OK， 记得哦，今天这个这一句话好，那我们还是要说再见哦，离开的时候男朋友女朋友不要带错了哈，哦，还有他们有带他们的 CD 跟那个 T恤在那个票口那边哈，一张500，一件500啊，很便宜哈。 很便宜，跟台北的价钱都一样。好，还要继续吗 ？OK， 我记啊，不行不行不行，村长在唱警察就来了，他们一定会找我签名。我在这边已经很出名了，不过警察再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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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话你晚上一定睡不着觉，因为你会很感动。好了 ，OK OK， 谢谢 ，I love you。 Oh baby, I like that. My number is. 好，谢谢各位，大家晚安。 OK， 谢谢。 OK， 如果你们去台北回台北的话，他们还会在台北演唱，好像是在那个中山堂，哦，那边还可以再更精彩的。因为今天的天气的关系，因为场地受限，只能够在这屋檐下。哦，不过感谢各位的热情了。哦，在铁花村，因为你们我会。 我们会再继续的闪闪发光。OK， 今天晚上祝大家睡觉的时候虎虎生风，还是无怨无悔，祝大家睡觉洋洋得意。好，谢谢。